可妹，嗨迪克。有追踪我 IG 的客粉们一定都知道，可妹是个厉害的小厨娘，有她的三餐我都吃得饱饱饱。又到了阿宝报恩的时候了，今天的企划是为妹妹准备爱心三餐，看她会不会感动流涕。哇，这是你帮我准备的爱心三餐吗？好感动哦！不用客气，如果我很没良心，我就直接准备泡面给妹妹吃，冲喝盖而吃。没有啦，认真挑。老板，我要吃韩吉啊。自己买。那吃热狗。你又不是我妹，自己买。那我可以当你干妹妹。这是干妹妹。太大只的妹妹。不行不行，水果好了。早上吃水果健康。香蕉。哎，老板，你看有火车哎。既然比尔说了，我们就买这个吧。第二选的哦，结账。回家，大头快起床，我准备了早餐，快起来。大头，一二，快起来，一二，快加速，赶快来吃早餐。因为我是好姐姐，快去刷洗脸，臭臭妹，快，都跑了，跑起来，准备吃早餐。来，吃早餐，我准备的这是我现打的蓝莓香蕉牛奶，我打的，然后还有全家的联名新品经典卤排饭团，以及里脊猪排藏宝。哇哦，我还想说，天哪，你竟然那么早起来做早餐，感动哦，原来是买便利店的，没有错。你不要小看我挑选食物的眼光，一级棒。虽然这两个是比尔选的，可是包装真的很可爱耶，这包装能不买吗？我跟你讲，不不，挺像的火车哎。对，一个是举光号，然后另外一个是泰鲁格号，这边还有三，没有。做泰鲁格的时候都会看到它，然后早上要吃饭才会有活力，所以我超爱吃饭团的。然后你比较喜欢那个面包类嘛，我就帮你选了一个藏宝，现在吃吃看。然后因为我微波的很久了，融化了。哦，这个融化的起酥看起来不错。好，然后这是它的大口饭团，很大口，好香啊，它那个海苔的味道。你看还有那个卤排耶，阿姐喂你，小时候我喂她吃饭都这样，我吃过三个，没有吧？妈妈都说你小时候只会偷咬我，不会，我会喂你。哎，这样我超会喂小孩的，我跟你们讲，嗯，我跟你讲，喂小孩就是要给他有点互动，趣味性，嗯，我觉得很浓郁，我觉得我好像握着整个台铁便当的感觉，我觉得就是那个把便当包起来拿在手上吃的概念，而且还有高丽菜，我喜欢呢。真的煮饭还蛮入味的，那饭很柔软，我喜欢吃肉肉的饭，那种软软的，不要太硬，因为我肠胃不好。我真的很喜欢的，它里面有高丽菜，不是饭团吃到高丽菜就是一个酷，它里面有酸菜哎，酷，那我要吃你的，它面包好 Q 哦，嗯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你吃那个卤蛋配酸菜好搭哦，我喜欢的，它酸菜真的搭得很 OK， 不会太强味。可是又会让这个增加口感，还有它面包真的很 Q， 喜欢那种咀嚼的，我觉得它真的很 OK， 还有它其实很浓郁。可是我早上真的太爱吃饭了，所以这个我很心动，而且我觉得它肚子可以吃很饱，我喜欢。嗯，这个卤蛋配酸菜配起司，太神来之笔了。推。十二点了，准备出餐。我才刚刚吃饱，谁叫你睡那么晚？我要去准备爱心午餐了。你要去哪？全家就是你家。嗯，你不会一次买完哦。出门。走。车长小姐来了。她不是公的吗？
午餐是我亲自手冲的咖啡，搭配观光蒸汽火车的里脊猪排火烧啦。都是火车，你现在怎样？火车控哦。不不。好好笑，还这样开过来。好可爱的，而且因为很久没有搭火车了，所以其实我有点想念。你知道我学生时期火车没办法，这是我的那个交通工具，不然我能怎么办？不然我能搭飞机吗？因为我们早上不吃很饱，然后其实距离午餐我们也大概不到一个小时，因为你睡太晚了，所以这个我想说沃沙拉比较清爽，就很适合这种夏天没什么胃口。来，你一卷我一卷。我觉得是真可爱耶，60块一个。为什么它在我的盘子上？它是车长小姐，嘟嘟，好可爱。好，欸，其实我觉得它下面这个台子还蛮不错的，看它有做小小的防水，就有垫高的感觉了。以前的人把房子垫高，为了防止野兽在半夜的时候把它们吃掉。你一卷，不理我。我一卷，感情不散，干杯！干杯！卷饼。好可爱哦，我本来想说它看起来料少少的，没想到吃起来还很丰富呢。我喜欢它的那个饼皮的清爽感，我觉得饼皮做得很好耶。还有它里面有的蔬菜好香哦。它饼皮不会让你觉得就是那种死面粉皮。它饼皮我觉得是好吃的，然后因为它生菜有这个绿色生菜，所以我觉得口感是有更多的。然后那个里脊肉整个带出味道很 OK， 沙拉酱也不会太多，清爽。我喜欢它的生菜的搭配，我真的觉得很棒。还有它的小卷，我觉得很适合这种食量少的少女，食量较小的少女，而且有个便当摆在那边也没看到，就很清爽。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好吃。好，我要跟大家说，我觉得它的里脊猪排肉也要推一下，很嫩，不会干柴，而且它里面加酸菜超棒的，真的。然后它的饼皮还是要再说一次，真的很好吃。在阿姐的手上。不然我就把你坐下玩死。哪里玩死？因为他还在威胁我的物力，所以我决定这一卡先玩死。我跟他聊天，走。我轻轻一个吻，你温柔体会。干嘛？你饮料好热哦，我们赶快去我房间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来分享一下可可的一天。来，请进，请进。门关起来哈。是一天呢，先过来把电脑打开。电脑打开之前呢，等它开机的过程，我们就可以先到床上。哦，舒服柔软，来睡觉吧。没有啦，怎么可能会那么废哈？那开机以后，我们就开始工作了。就吧，工作。妹妹来了。那你们以为妹妹躺床上吗？没有，妹妹通常都躺地上。来，你可以进地上了。喂，小不点，我今天改床，平常他都睡地上。我今天的任务快完成了，晚餐时间。哒，可可大厨准备的是自强号卤排骨雪菜炒饭及复兴号的卤排骨干拌面。虽然看起来很好吃，但是我没有看到大厨，我只有看到一直买便利商店的阿姐。那你觉得我做的跟全家做的谁比较好吃？全家，我还没问完呢。没有啦，聪明如我，为了要保护你幼小的胃，所以就是我觉得买的比较安全嘛。谢谢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吃，一样有火车的图案。你不觉得我厉害吗？我对火车车种我超了解的。奇怪，刚刚在那边查 Google， 你以为我没看到？我在那说，我从小搭火车到大，可恶。对啊，开吃。哎，我觉得这排骨超大，你看。哒啦，超级大的，比我就差不多我一个手掌吧，我觉得是很大的。我以前小时候很爱吃排骨片，我觉得它的卤排都很好吃啊。我觉得雪菜听起来很好吃，它炒饭啊，饭粒粒粒分明，是个好炒饭，我觉得很好吃哎。姐姐我不不，请这样请这样，它是很入味哎。但是我还是不知道雪菜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它的面有很重的香菇味，很香哎。然后饭还蛮多的，我觉得全家这次跟那个台铁联名的产品都蛮好吃。最重要是它的肉都有入味，我真的很怕肉没有味道或太干太柴。你不觉得因为不是我做的，所以有更多选择吗？你这样吃到各种哎，中西合并，你知道吗？确实，各种特色的主食哇。
你直接自己装啊，你自己装想吃的。好，我来蹭饭了。因为比尔肚子饿了，我觉得这炒饭很好吃。你这个都倒出来了，你这个笨蛋哦。现在是晚上时间，但是呢，老板没有公餐，所以我只能自己来蹭饭。就它的卤酱，我觉得是蛮有诚意的，不是那种酱。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说，他真的饿了，真的好吃，他吃完了。不是，因为我刚宰蛋，我等下。是啊，我真的瞬间空了，傻眼。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他的面，我也因为他的面比较咸。可是我觉得他的饭很香哎。他这个排骨啊，一吃就知道是先炸再卤。专业，他说先炸再卤哦。不、啊，因为口感吃起来就是炸过再卤。可是我觉得妹妹的排骨感觉比较好吃，对吗？不一样吗？应该不一样，感觉不一样。它比较软对吧？那它看起来就是卤更久。对，我觉得它的炒饭是比较清爽，所以它不会卤那么久。妹妹这个排骨真的更入味啊 ！Oh my god， 好吃！万斯，那我今天准备的这些料理，你最喜欢哪一个？哇、你准备的啊、对，我今天早餐那个面包有惊艳到我啊、藏宝。其实我看到台式面包会，台式面包，但我今天吃，哇、台式面包哎，有卤蛋，有酸菜，哇、还有那个卷饼的啊，我也喜欢，它是一个很重口味的卷饼，里脊猪排的卷饼，我真的觉得那个好吃，而且饼皮真的很棒。然后我觉得主食的炒饭也是有惊讶到我，因为我真的很怕那种炒饭会过油之类的，我不爱吃饭。所以我对饭类可是里面的吃的干干净净，它里面的那个香菇味真的很重，是不是很棒呢？但是我觉得你今天太懒了，所以我们来家破八千赞啊！破八千赞，他就要自己准备三餐，我问你，自己亲手煮剁菜的准备三餐，我敢煮，你敢吃吗？行行，破八千赞，破八千赞，我那一天就准备一盒胃药等，哇，好用心哦，布布。好，那最后除了我们今天三餐吃到的五款全家和台铁联名鲜食之外，还有这两款也是以台铁精神卤排去做的好吃美食，普快车包装的传统卤排糯米饭团，以及普悠玛号的卤排挂包，也可以买来试试看哦。每款包装都对应着不同的火车车种，快来看看你熟悉的火车在哪些食物包装上吧！现在全家都买得到哦，赶快买来试试看哦！喜欢这部片，喜欢请加小我喜欢，大家也要记得订阅看直播间，别错过。旁边小娜也要记得打开这样新朋友茶会。六排骨，六排骨，排骨。Facebook 搜寻客群，你可以在 Jack From， 我们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嘿嘿，按下喜欢了吗？接下来还有花絮哦。你自己说你想要吃什么？全部都想吃，不得已，这个我要，这个我要，这个很好吃。